不是经常逃课的江忍吗？快走，别跟他扯上关系。补习班快迟到了。哟，学的妹呢？糟了，是他，怎么办啊？滚！多管闲事是吧？啊！喂，胆子小就别走这条路啊！你的伤，哎，谢谢。我钱包呢？该不是被偷了吧？大哥捡救他没跑操，会不会是？哎，喂，是不是你拿了我钱包？不是他，跑操的时候我看见他在篮球场了。哼，谁信啊？让开！想打架就直说，打就打。阿然，哎，这是谁的钱包掉了？切。真的谢谢你，要不是你砸开窗户，我的小孩就该闷坏了。原来是，对不起啊，我之前一直以为你。我刚刚明明没跑操，干嘛跳操？我信你。我可不是什么好人。从明天开始，我来帮你补课。什么？就这么说定了。哎，莫生，以后只准看这个。哎，这是期末考试的重点。你要是能爬上来的话，我就看。哼。啊！哎！你说过的，我爬上去你就要看哦。行行行。班登。这班登。你走路不长眼啊？啊，没事没事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走。答应我。以后别再打架了，好吗？这小子居然想当好学生，哼！他怎么还不来上课？江忍，你为什么又打架？你答应过我的。我就是打了个赌，拔到你我就赢了。我靠！真的跟出来了。怎么这么好骗呢、啊？又输！你真的以为你能救我？江忍，哪里啊？江忍，谁敢动他？我只能永远披着黑白，披着我给你的伤害。是我男朋友的卡买东西，你还要脸吗？哎，别这样，这些本来就是我的。你逮住了还这么理直气壮？现在女孩子仗着年轻漂亮就……都听到了吧？今天我就让你长长记性。我的话，哎，我赔给你吧。那是我唱帅的话，你怎么赔？再不要保证就给我滚出去！你再还我几……哎，我有赚钱的路子。我不会害你的。哎，这画的真不错。欢迎下次光临。现在买花送画哟，那位就是我们的画家。难怪把我榨干了还在推销。这个老板娘挺会做生意，就是看男人的眼光不太行。听说都把钱给前男友创业了，结果人家转身就跟富家女好上了。原来他不是。多亏了你，这几天生意不错。这么多？就当是对你的投资吧，你这么有才华，肯定会成为大画家。第一次有人这么肯定我。等你出名了，可不要忘了我，以身相许也是可以的。你胡说什么啊？老板，买花。来了。老板，表白送什么花好啊？肯定是玫瑰啊，玫瑰无原则，心动至上。这几天他都没来店里。这不是我吗？你弄坏了我花啊。我只能拿你当模特了，不过我还是准备谢礼的。什么？我的店面被卖了？我说过了要让你长长记性，你就你也敢跟我抢男人，不自量力，太过分了，他才是受害者。那怎样？有本事就把店买回去，没本事就给我收拾东西走人。这家店是我全部的心血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之前没饭吃都不舍得卖，怎么现在
现在突然？因为有了比花更重要的人。花店有救了，给你。哈森已经把我搞定了。他那么对你，你还……他已经回心转意了。以前是个破画画的，赚的钱还不如我买个包的。原来这才是你的真面目。等一下，把你那些破烂都带走。做得很好，他可是要继承财团的人。别忘了你答应我的，继承之后也要继续完成他的梦想。这就不是你该操心的事了。破画画有什么出息？你怎么出尔反尔？画画才是他真正想要的。你敢这样跟我说话，你这破店还想不想要了？我说过别再插手我的人生。你傻不傻？为了个破花店老板，连继承人都不当了。比起继承人，更想当花店老板。凝视错过的烟火，等风沙过后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输的人搬出公寓。顾言，我不管，你要照顾我。雨桐，你要跟我一起吗？啊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可你们已经分手了。你能不能别那么幼稚了？他现在是个病人。喂，雨桐，你明天有没有时间？雨桐，我要上厕所。晚点再说吧，把药吃了再睡。我已经把美镜删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早点睡吧。喂，这是你一月说抢不到的鞋，这是你四月说想要的香水，还有这个是你在国内买不到零食。这不都是我在朋友圈随手发的吗？之前一直回不来，我想亲手送给你。明天是我生日，你要陪我一起吗？当然，可是这是我唯一的愿望了。好。雨桐，我妈留给我唯一的项链不见了，你能不能陪我到楼下找找？好吧，我晚点到。你想想掉哪儿了？应该是那边。就知道你会耍花样。你夏天，他的项链根本就多亏了夏天，项链找到了，谢谢你啊！有本事你就跟我堂堂正正的竞争。你干嘛？他是在装可怜。他都伤得这么重了，你能不能成熟点啊？既然你觉得我幼稚，那我就不多管闲事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怎么关机了？阿姨，夏天在家吗？他今晚的飞机啊，没跟你说吗？雨桐，今天让你受了委屈是我不对，你能原谅我吗？以后我完全愿意对你好的。我说过我们不可能了。我到底哪里补不上他？你的伤。他是在装可怜。其实我的腿根本没受伤。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。我那是因为爱你才会。你连最基本的真诚都做不到，也配说爱？轻轻飘落下来，许下的梦融化得太快，或许我们都不该醒来。夏天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不想了，放心。我迷了。哎，小心雨桐。这是你一月没有抢到的鞋，我想亲手送给你。既然你觉得我幼稚的话，那我就不多管闲事了。你也来太晚了吧？你不走了？一想到你待在一个骗子身边，我就走不动了。很需要拥抱，很需要依靠。